我们来跟妈妈玩游戏。妈妈，那你要回答哦，玩一个，妈妈也回答哦。好，我们来玩一个默契大考验。你知道布布他在幼儿园里面最好的朋友是谁吗？我知道。你现在讲。你在 Coco 老师那最好的朋友。不要让妈妈知道，你不要让妈妈知道。你跟我说你最好的同学是谁？是诗诗。好，看你。亮亮。你刚刚说的是什么？星星亮亮亮。没有，你已经说亮亮了。没有，星星亮亮。没有，你刚刚说亮亮。哎，不管我，他就是星星跟亮亮。你刚刚说星星对不对？妈妈答错了 ，B。你跟妈妈说，嗯，答错了，吃柠檬。哦，吃柠檬哦，太好了。好，这题不算。好，吃柠檬。那布布最喜欢玩的玩具是哪一个？你先不要听哦。是娃娃。娃娃。好。好了。最喜欢玩的玩具。我去拿柠檬。还是喝麻辣汤好了啦。小小兵，错。你错，我最喜欢小小兵。你看，他最喜欢小小兵。你刚跟我说你最喜欢玩娃娃。我是最喜欢小小兵。耶，答对了，耶，give me five。哎，波波，波波。你看哦，如果妈妈答错的话，就要吃一片柠檬。我们来再来问妈妈。我们看妈妈要跟门。第三个。布布最喜欢的小动物是什么？是你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没有听，我很诚实的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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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刚刚跟爸爸说最喜欢的是什么？小什么？我最喜欢是小鱼。他说的、啊。对啊。你吃啊。小鱼。好，妈妈要吃一片。你帮妈妈吃一片。妈妈先吃，快点，看妈妈吃。嗯。波妞跟你吃。波妞，你帮妈妈吃好不好？来，波妞来。那不然先。完蛋了，他哭哭了，啊，喝水喝水喝水，哦，好了，不喜欢，哦 ，sorry sorry， 他怎么了？因为太酸了 ，sorry， 对不起，哦，你吃草莓。小海豚跟小老虎，布布会愿意跟谁做好朋友？不要听，布布心目中排名第一的动画片角色是谁？不要听，布布。比较喜欢吃宝宝奶昔还是冰淇淋？你不要听，你最喜欢吃，你吃的很夸张哎！耶！嗨拜嗨拜，这太简单了。我俺弟从三个月上我就带着，带他三年，时间长，我觉得挺有感情的。他爸妈不在家，他就来这儿，我得弄他，光跟我睡觉的睡觉，幼儿园。你带着我，你来你俩脱了。每天那个我们得见面，在这儿吃。够了，来烫不烫我？不烫，烫。我倒挺好的，我就说我对孩子们都是娇生惯养。我不带游泳圈，敢去吗？我不带游泳圈可以，咱伸手就浮起来。他有错我也看不出来，我一个喜欢他。赖一起睡觉睡得有二年，看着我睡着了，我亲我一口气，照是对我好，要我喜欢他一点。我们俩人离开，我真是，要不给我视频呢，我连觉都睡不着。每天每天叫他给我视频，特别像他。他一天是，
一天是找奶奶，找奶奶。他的医生先叫回来，先回叫我的，你喊了大声，奶奶，说高兴的我呀，什么都不会说，你会叫奶奶。你说是不是喜欢奶奶？是吧？爸爸妈妈这么漂亮，还有奶奶这么寒碜，随谁的？对。啊？还想哦？随什么呀？啊？不知道。嗯，爸爸。随谁说的我呀？随谁？哎呀？啊？老板哈大声的，叫书听见了。随谁？